是信他，便无视我好吗？中断联系了吗？男的诱惑你等他，一堆废话愿意服吗？关注他，追看他，在荧幕里牵挂，通讯被限制吗？不必怕，但踢隔绝我跟他，封锁了他，就放下。十四天大概足以证实，情伤你会自理。何以将我消失，不再说起？谁知我想全实个限时动态定时直播，醉过喊过期待有他，甚至怪问我，但我清清楚楚终止交往，他更快乐过，被退出惊讶什么？谁想你独来独往，大事大节你提及我，每晚勉强全面你先你欲得更何况？你看犯错隔离了我，好想我搞清楚，懒理我被垫底，管他残忍到下世，每复制无情被废，退掉追踪，无法够放低。明知我上传十个限时动态，定时直播。醉过喊过傻再搏，他一次慰问我，任我辛辛苦苦花光心血，不会有突破。盲目爱痛着蹉跎，谁想你独来独往，大事大节未提及我，说句再见全面你先拒又不后果，为何犯错隔离了我，该怎去搞清楚？想约他，私信他，别无视我好吗？中断联系了吗？等他回复答我，解说一下。